不下去的吗？所以说你磨那个泥沙，你回去歇一会儿。没事，你回去去，我把那个管子弄了埋了就行了。没事，跟你说那些事情，说也说不听。哎呀，回去吃饭，回去吃饭。只有叫嫂子来说你。你就叫她来噻，你就让她担心噻。那屋里除了她说的听，你哪个说的听呢？有那些事情，如果说喊人来搞，我又不放心，因为怕他们又搞不好。像那个管子一样的，又给我埋着乱埋起，啥个我也晓不得埋着哪里的。这些事情个人不亲力亲为，有些东西不行了。嗯，那是可以的。我，你那个手上是哪么回事啊？啊？哪个的？哪里啊？那个？你手割是脱皮的嘛？哈哈，脱皮那不正常嘛？这农村做活路，你还怕晒把手晒黑的呀？晒黑我是见过的，晒落皮的我没看到的嘛。你不回去吃饭了？我不去。
跟你录。那你来过往嘛。好的。我把管子挖上了，牵的这些个人的管子哈。好的。二，你先回去落大雨了。走啊走啊，一路。我要节气噻，不是，其实没水货。